哎，同学，学校里不是不让养猫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哪个班的？不知道天哪让不让上人啊？还好老师没有追上。同学，在学校里养猫被发现是会被处分的。那我要是就养呢？你是打算要去告发我吗？什么？笨蛋，我只是分了他点午餐而已。同学，你要不要也吃一点？